前一场比赛，道伯格的用球数，哇，又是游击方向，不妙，再来一支双杀打，连续两局魏晨龙队都打了双杀打。这个球游击手林晨飞策划之后反手接球，传给了林立，二游之间做了一个完美的搭配。 反手接，没有耽误时间传，林立也传得又快又准，连两局都出现双杀打，其实对球队来讲，反攻的气势还蛮伤的。